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玩乐学堂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今天我可是要去当我们校车的司机。哇哦，一起来看看车上都坐了谁吧。嘟嘟，警察局到了，打开车门吧。救护车安巴，消防车罗伊，警车 Polly 下车啦。罗伊先走， Amber 也跟上来啦， Polly 去工作喽。车子继续开到了工地，农夫车、推土机、吊臂车还有压路机都下车啦。小车车继续向前走，到了我们另一个工地，让工程车马克、混凝土车兄弟都下车吧。滴滴。最后我们要去郊外啦，让老爷车马斯提、翻斗车邓普、清洁车和吊车都下车咯。哎呀，工作了一天，我们要去接他们下班啦，打开车门吧。嘟嘟，让清洁车上车，还有老爷车马斯提也上车。呜、哦，我们的混凝土车兄弟也结束工作啦，上车吧。哦，这是我们的吊车斯普奇、翻斗车邓普。等等，计程车最后也上车啦。停下车，来接另一边要上车的人。吊臂车上车啦，推土车上车，还有我们的农夫车坐在下面。让压路机、救护车 Amber、 消防车罗伊，还有警车 Polly 坐在上面啦。嘟嘟，回家啦。嘟嘟，小朋友们，晶晶姐姐今天的任务完成的不错吧？你最喜欢哪一辆车车呢？留言告诉我哦。